这些人站立不住，麻烦了。早知道该更慎重行事的。明明馒头提醒过我们，得尽快解决掉这家伙，去帮助阿萧才是。小弟弟，留下来陪姐姐玩玩吧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轻易走了。喂，和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敢看别处？ 不好！糟了，银铃不擅长近身肉搏，偏偏又遇到三星火属性的使灵。喂，都说了，跟老子打，别东张西望的。就知道躲，和你的使灵一样，弱得像个娘们儿。 是娘们，啊，这是将使灵法术和剑招结合起来的战技，真是让我想起了很不好的回忆。本来只想干脆弄死你，现在得撕成四分五裂。啊，他见过这种战技，莫非？啊，糟了！给我！ 释放三星法术，火力引爆！这就是中立之地高手的实力吗？银铃，原来我这么弱，好像没死啊。那么接下来，等等。 咬住了！重心封劫，横空锁链。啾啾，坚持住，得去帮阿萧。他现在一人面对三个高手，危险！啊，那是。 阿玉，你没事吧？神风诀还是不太熟练，否则也不会让你受伤了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否和凶兵有关？我并不想胡乱杀戮，老实交代，就放了你。阿萧实力增长的真快啊，就像传说故事里的天命英雄一般。而我，真的配当英雄身边的同伴吗？ 星火祭，这种原著里都没有的乡下地方，居然还演化出了自己的节日。那个小葵姑娘，要不要和咱一起跳舞？跳舞？小葵，去和大家一起玩吧。好。小鸡也一起来玩啊！王大哥，我们也去玩吧。喂喂，我可没办法跳舞啊，而且。 看上去好蠢。那我来跳给你看吧。我是怪兽大主宰，3月17日上线，每周四、周日更新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看我如何碾压主角。